主料，烤麸300克，辅料，油，盐，黑木耳，香菇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。烤麸提前一天用水泡发，香菇用水泡发，黑木耳用水泡发，油锅加热至八成热时，放入香瓜、黑木耳煸炒，再加入烤麸继续煸炒，随后加入适当的水慢煮至菜品成熟，装盘上桌吃起。烹饪技巧：烤麸一定要提前一天泡发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